对喜欢的兄弟女儿做小动作，没想到被兄弟看见了。哎，副市长，我能亲你一口你说啥呢？我说我能不能亲你一口？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正经呢？我咋不正经了？你自己说啥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我说啥了？你说我能亲你一口不？能，来吧。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咱俩最多也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关系，你别老一天给我整没用的，一点也不正经。行行行，好朋友是吧？啊，好朋友，那我就这样式的呗。哎，你干啥呀？我好朋友之间的搂个胳膊，挎个腰，不很正常吗？走啊。啊，那个市长，那个我前两天不脚崴了吗？那个副市长搀我一下，是不副市长？走走了啊，走了走了，市长啊，我干活去了，副市长啊。来，小朋友，来，那个，哎，副市长，不是市长今天咋的了？老盯着我看，老吓人了。我分析啊，可能是他发现你老撩起他姑娘，合计咋收拾你呢。不是真的假的呀，你别吓唬我，副市长，我咋撩着你了？我能解释啊，那我一会儿我跟他好好说说呗。那有啥好解释的？你一天不好好干活，老围着我转，你刚才是不是碰到我睡觉了？刚才困了打个盹儿，那我围着你转不是为了保护你吗？我直接跟他摊牌得了，我当他面我就说我喜欢你闺女太好看了，我没忍住，我想追她。你疯了吧？咋整啊？那我找他唠唠呗。那没办法。唠啥唠啊？爸，我先出去了。兄弟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注意点行不？这来回的顾客看成啥玩意儿？这传出去成啥了？这是？那我以后注意呗，行不？给我一次机会。还以后注意？你现在你就得注意。你看你这脸上，你这啊，你这啥玩意儿啊？这画的呀？小王八呀，还啥呀？来，行行，擦了吧。行行行，那我看的成啥玩意儿？给我擦去。不是副市长，是你干的事儿的不？你站着别动，我给你脸上画一个，快点，快点，想你给我脸上画，就冲我睡觉画的。